参味子，这个参味子，参加的参，滋味的味，哦，灵芝的芝，三芝迄个芝，哦，来，这边去讲啊，牛上弓，卤两弓，卤两弓，乌刀，乌刀，乌刀就是咱扫，伊应去生气，生气一大波，所以扫的人有当产生这个机灵。转变的了，时间性的问题。有当在讲，这心交膀胱交气经有连带、嗯。哦，来，菊花亭，这哪像一个菊花安尼？恁有看无、嗯？有像一个菊花无？菊花亭啊，哈，哦，菊花，菊花，来，这个麒麟草，麒麟草，麒麟草哈。十大功劳，十大功劳，这是一本的十大功劳哈，你得爱用这本的十大功劳，达观你这个气边，达观一到，气劳达观一到，十大功劳，安尼咱听详细哦，自家物件气边气劳，还得得苦，旧年少少足久的，老人少黑骨少，少有痰少无痰，冷少热少，咱大家一号好势，冷热加减。真正我哩感觉，少一点好药。好，非常感谢李教授小姐。各位大家，有病唔通惊人来吵闹，人才是不应该。马上拍电话，你有解释喏。0739233333，0739233333，阿弥陀佛。顺生青草地摊，欢迎全国优质青年家庭创业。谢老师赚大钱，兼服务社会大众哦。本公司有全台湾上大的青草药园，自产、自制、自销。只要你有场所、有地点，阮会派专人为你做专业技术指导。另外，阮也有组团连锁平台贩售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甲阮联络。家庭专线：0739233377，三八一。三三七七，孙兴东